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最近网友啊给我发过来一段视频，说一个美女直播的时候骂农民。来，观众咱俩看一下，谁呀？说美女直播骂农民吗？小聪明，反正就是他。操，就像他妈多香！哎呦我操！这样你有什么资格你埋汰农民呢？他妈什么人呢？我操！来，咱不看了，看看咱俩进一下他直播间，给他刷点礼物。行，刷，刷完思维的。哎，你说我的直播，这咋了？就他，刷点油品。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最近网友啊给我发过来一段视频，说一个美女直播的时候骂农民。来，观众咱俩看一下，谁呀？说美女直播骂农民吗？小聪明，反正就是他。操，就像他妈多香！哎呦我操！这样你有什么资格你埋汰农民呢？他妈什么人呢？我操！来，咱不看了，看看咱俩进一下他直播间，给他刷点礼物。行，刷，刷完思维的。哎，你说我的直播，这咋了？就他，刷点油品。这刷俩好吃。玩的是，咱俩好好瘦瘦吧。行，给点劲，给点劲，行这样。耶，来了来了，这小骚样儿，你笑，看你怎么整。Hello。你好。干嘛了？等你这么久啊？不好意思，半个小时化妆了，化妆呢？不化妆出不了门了哈。对呀。하여기재밌게놀았다는거너대단할게어哥，你这哪像农民呢？法拉利开着，一身名牌。不像农民就行，你满意就行。大纹身太酷了啊！这唬人呢。那咱们今天去哪儿啊，哥？你说吧。那陪我去逛街吧，正好我要买两件衣服。那意思，给你买两件礼物呗，见面礼呗，是不是？嗯。没问题。那这么的吧，你先陪我去个地方，我带你去兜兜风。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，行吗？走吧。走了啊。到地方了啊，马上到地方了。哪儿啊？上吧，走吧。啊，上去啊？找不着地方坐了。太脏了吧，我怎么上去啊？真太脏了。啊，那坐那次坐法拉利不嫌脏，坐这个找不着地方坐了，不会坐了。给我闹吗？快点吧，快点吧，上车吧。那驴驴都等你半天了，能上啊？快点，快点吧！一会儿还得给回去给你买包买衣服呢，忘了。快点，快上，快上！听话，不听话哪行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不听话，能行吗？你不得听我话吗？我坐在哪儿？是不驴驴？你自己找地方坐吧啊！赶紧一会儿给你整翻了，我可不管。天
走吧，那咱们走吧，驴驴，咱们走，走，听话啊，你得听话。你看他都听话，你也得听话。臭啥臭？他还没嫌你臭呢。你得听话，不听话，这都是让我打出来的，知道不？这景多好啊！怎么？鱼，咋的？这就受不了了？你瞅你这样，别给你卡着了。淹死了，这是人坐的吗？这是人坐的吗？那坐那车就好了，坐法拉利就好了。哎，吃点草吧，驴驴。你看这驴驴多听话。今天带你来的是啥目的你知道不？今天带你来这的目的这意思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不是总在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农民这样不好，农民那样不好吗？骂人家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看这片土地。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最近网友啊给我发过来段视频，说一个美女直播的时候骂农民。来，观众再来看一下。谁呀？说美女直播骂农民吧。小闺女，来这接他。他妈多香！我操！你这样，你有什么资格贬你埋汰农民呢？他妈什么人呢？我操！来，咱不换了，让他咱俩进一下他直播间，给他刷点礼物。行，刷，刷完玩思维的。哎，你给我的直播，知道了，跟他。刷点儿。